而民进党苏嘉全也开出了支票，说他如果当选的话，要推动在台中市设立第二首都。苏嘉全南下台中，四大社团成立后援会，全力为殷家沛辅选。活跃于台中市工商界的人士聚集相挺，苏嘉全也开出支票吸引选票。苏嘉全再次提到，一旦当选，不止立法院会迁台中，也将规划在台中市设立副首都，一再端出牛肉。社团负责人听了很开心。苏嘉全讲，蔡英文目睭呢一个嘴角撇一个，伊就知影咱台湾人在想啥物。我相信咱台中人在想啥物，蔡英文嘛完全拢了解。啊，阮即个全力来支持蔡英文。包括福伦社、狮子会、青商会及同济会，台中市四大社团成员正式成立后援会。选战剩不到一个月，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，为候选人冲刺。三立新闻邱立宏、县立 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